告诉我，他现在在哪里？杀了！你不说吗？我把这个视频公开，我愿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你女儿在视频里的样子。你杀了我！我不会杀你。 我当了几十年的警察，我就不相信。我撬不开你的嘴巴，你不说。其实你根本不用问我，你心里都知道。你知道你儿子都干了些什么？我不介意他说了什么，我就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 干了什么？你真的不介意吗？他只是一个小孩，犯了一点小错，小错。你的儿子逼我的女儿喝酒，你的儿子在酒里悄悄下药，你的儿子和别人一起侮辱我的女儿，拍下视频，你的儿子拿到那个视频，想再一次的找到我的女儿，威胁她，恐吓她了。再一次侮辱她，我还没有说够呢。 是你的儿子，他不但想当着我的面侮辱我的女儿，还想当着我女儿的面侮辱我，这是你说的小事？够了！我儿子死，我都听明白了。我现在问你，当天晚上你干了什么？ 干了一个母亲最应该干的。然后呢？然后，我们一家人杀害了我的儿子，把他的车放到火里面，然后匆匆去到楼通，制作假的证据、假的机票，然后告诉所有的人这都是真的。你的蒙太奇是想把时间弄坏掉。 你这样做，为什么？告诉我，我都推你，全错了。